早安，今天宝宝上幼儿园，有大把的时间给你们录视频了。你们最喜欢的儿童床来了。正在给宝宝选儿童床的妈妈，看完这条视频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。买任何东西，我追求简单、经典，这样才永远不会过时。这个小床满足一个颜控、品控、细节控妈妈的所有要求。